主料，面粉300克，辅料，黄油、盐、酵母粉、奶酪、牛奶。准备时间2小时以上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面粉加入牛奶、盐、酵母粉、蛋清、蜂蜜和好后，再加入黄油，再成合成柔软的面团，然后静待即发。将发起的面弄成小的剂子，将每个小剂子擀得稍薄些，然后用叉子扎上小孔后静置15分钟，刷上鸡蛋液，再铺上奶酪片，撒上玉米粒，再挤些沙拉酱，烤箱预热，然后入烤箱200度烤20分钟即可。烹饪技巧，面一定要搭至2倍大，扎上孔后要再放15分钟左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